往前面一点点 ，OK。Yeah, OK, right there, that's good, that's good. OK, 好，在待会我们的这个开幕仪式，我知道杰西昨天也有工作，他也有被问到一些这些问题，那我还是说一样的，就是我跟他的事情是我们真的是私人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多说的。现在谢谢大家的关心，然后我知道真的大家会很想要知道我们私底下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会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也很感谢大家有在继续关心我们，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资源可以去找一些更重要的事情，去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世界上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多关注的，但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们 we'll be okay。幸福的看法，那你刚刚也提到幸福，那你自己现在对于幸福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怎么看？幸福啊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要爱自己，然后你要先了解自己怎么去how to be happy by yourself， 然后 how to be happy， 你这样子才可以去让别人开心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不开心，你怎么去让其他人开心？所以我觉得开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我觉得你要有 mental health， 这个很重要。这个中秋节，中秋节什么时候？下礼拜，我还不确定，好像有工作，我要继续拍沉船。对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团圆。团圆哦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问题，我还不确定，我要看一下工作。你最喜欢哪部分的设计？哇，我今天带的是 Rework。120 titanium， 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新的表款，叫 Spock。如果大家有看过 Star Trek， 它是其中一个角色在里面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蛮酷的，很有未来感，然后感觉在外太空，然后我很喜欢他们的设计，然后我自己这两年特别关注 Rover， 但是在这个表展呢，有很多其他的独立品牌，特别是像 OMBNF。或是 Footing 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，我觉得很值得来参观一下。你自己平常会用什么样的穿搭去搭配这只表？我觉得这只表就是比较 stealth， 然后我觉得比较酷一点的那种 style。但是我觉得你穿 casual， 你穿正式都可以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大，也没有那么厚，所以我觉得都可以。然后运动去穿。如果这只表有天马行空的能力，我希望是可以做一个 back button 或是 forward button， 这样子你可以往，你要 go back in time， 或者是 go to the future， 因为都是跟时间有关的。Time travel 这样。Time travel， that's good。现场有没有哪一只腕表是让你很心动、很想试戴看看的？你刚逛了一下之后。哇，现场其实有蛮多的。有一个 Warwick 的210是 Platinum， 但是它是黑色的，然后我觉得那只很酷，因为你以为它是 Titanium， 应该很轻，可是你拿到手上是很重，因为它是 Platinum。然后再来就是MBNF 的 OM Edition 的万年历，那我觉得那一只我特别欣赏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之前有出黄金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喜欢黄金、玫瑰金，所以我对那一只也是。很想拿来戴一下。